用18世纪客家老祖公迁徙去到印尼，婆罗洲开垦，来做背景的2023客家台戏《蓝风城》。本演出五戏是初步的全台湾由五重改顺飞表演，为到位的是重现剧团重新靠近爱旧的事，还的是独家入来印尼的传统音乐，丧服老土气了了。完整呈现的回味客家是到南中大别的故事。就等一年传统三曲跳舞，呈现同族的立头同将。2023正值客家台戏《蓝风城》，这出重改服装造型，都改变传统客家戏的真相。蓝风城用客家老祖公罗凤伯天幕案件是都是破落珠快封六金界故事改编，恰到除了电影真相人物故事情感部分的表现很卡丰富，就是它主要是从人物人性和情感去切入的。我们如果把握了这样的一种叙事核心的话，我相信一个生动立体感人的罗凤伯就会在我们面前展现。为到电影出当年出片的勇敢同冲突，剧团除了凭借投入乐曲票房做实力，剧都没听得到太不强化化、好老化的当年年。要感恩主人是没有去操作的行业啦，吼，也要无穷样的行业才敢知道的。啊，安尼情形啊，一摆都大家突然也有想过，个既然安尼就叫人台湾，用各种无穷样强调的黑化嘛，吼。用来表来表态。一条长刀破路柱，那么哎呀，俺先带一条熟识环境高粱的，张一起五六百，给就麻烦你了。其实早从2005年，永兴客家采茶剧团都推出《龙凤八传奇》。近18年，又推出《蓝风城》，除了传客家层次再高提升，每系真正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都会到嚟。原来行业多，其他国家用扮演落地上镜，安尼希望加油了出去，来做加强，人类共同的经验，安尼更加来正向来传承。扮演从五起始，《蓝风城》外头传台，电快五重瞬间，透过戏曲为民众重新认识。太红开始期间，集团历史，客家成本始终最重要片台北木头。